iPhone 14 Pro 本能砍掉刘海，但仍没有指纹。自从苹果 iPhone X 采用刘海屏设计以来，用户对于这样的外观设计扁褒不一。功能党欣赏刘海屏带来的 3D 人脸识别功能，颜值党则认为刘海设计破坏了正面屏幕的整体性，影响观感。近日，海外媒体爆料称，而 iPhone 14标准版则继续采用刘海屏设计。有意思的是，光学镜头厂大力光执行长林恩平近日表示，大力光已找到新的方案，解决过去困扰光学产业多年的问题，突破物理上的极限。据了解，苹果今年初申请了一项新的专利，可将 Face ID 使用的传感器组件放入屏下。